种的是谷子，那块种的是倭瓜。我知道这一块是玉米，不用说那一块是蓖麻。我今日吃我的肥红是盛世挂帅追梦来，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收看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赵宝乐。我是主持人董毅。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进行了一个精心的编排啊，我们要请上的是节目主持人，我们的同行，为大家带来他们的戏曲表演。哎，我不知道是哪位主持人来呀，这先别说主持人来呀，我得请一位推荐人来推荐节目主持人。哦，推荐节目主持人上台演唱戏曲。对呀、啊、谁来推荐啊？这老朋友了。我的老朋友。对，大家的老朋友。哪位？特别有特点，他这个影视歌吧他都占了，他全才。哎，多才多艺啊。您别说啊，他有老师名家。他拜的谁呀？姜昆先生呀。哦，姜昆先生的弟子。哎，哦，姜昆弟子比较多，还想不起来。山东有个唐爱国、齐立强，他们都是姜昆弟子。我再给您引申一下啊，他是蒋大为老师的弟子。哦，他学歌唱，哎，拜的蒋大为。嗯，知道了。谁？他拜老师特别多啊，周伟。这么快就猜出来了？哎、周伟。好，那掌声欢迎周伟。有请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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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老师。欢迎，欢迎周老师。美美好，美女。欢迎。刚才怎么介绍我来着？我介绍拜老师特别多。我说对不对？影视歌三期。虚心好学，实际上每一个姊妹艺术的好朋友老师们都是我的老师、嗯、观众也是我的老师。说得太好了。今天让我干嘛来了、推荐啊，推荐主持人上台唱戏。哎，必须推荐节目主持人。哎，您的本身就是节目主持人呢，太合适了。推荐谁、这活就我能来、嗯、因为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知人善任，真的慧眼识珠。识珠、哎，那我不姓朱、但是我发现了一只猪嗯，猪年发现猪了。嘿，谁呀、啊？一颗明珠啊！哦，不是，璀璨的明珠啊，就是我们这位美女董毅。得亏您前面加一名字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别说，董毅啊，是戏曲频道的主持人，所以说戏曲特别熟悉。哎，所以说这个开门红必须得你来。那我抛砖吧。啊，您的意思我抛砖是吗？哎、我隐喻啊。嗯。
赶紧来吧。我来一段什么呀？我觉得您来一段这贵妃醉酒。哦，梅兰芳大师的代表剧目，好不好？那我就试试看啊，好不好？请大家多多包涵。抓紧办戏，马上给大家演唱。好的。哎呀呀呀！太好了，不光换装换得快，你唱的也好啊。不是，您多包涵，您给我批评批评。不敢，一点毛病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您也就是没从事这个戏曲的专业。啊、如果您要在这行里，您也依然是角儿。不，我好像是他的行业了。哎，不用了。这个我就抛砖，您就赶紧说说接下来。接下来啊，接下来哎，这俩可能你还都是你老乡。哟，这回是俩了。老乡的河南人啊，哎、河南籍的主持人，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香玉，哦，一位是你的半拉老乡任鲁豫，哦，对，他一半河南，一半山东呗。哎，咱们看看一个专业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和一位主持人，他们给我们带来一段《朝阳沟》会是什么效果？好，豫剧经典之作，来，掌声欢迎。玉官，坐吧。说哪一块是
是芝麻，希望你到咱家知道啥再说啥，别光说那白话话。街坊邻居听见了，不笑出眼泪小掉牙，小掉牙。接下来上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的新闻主播徐丽。他是位资深的京剧爱好者，在我们这个舞台上，上一次为大家表演的是《大唐贵妃》当中的主题曲《梨花颂》，在剧中呢扮演的是杨贵妃，今天呢他扮演的是谭继儿，要为大家演唱的是张君秋大师的代表剧目《望江亭》的选段，助演张威，我们掌声有请二位。啊，继儿，有劳你每日替我抄写经卷，我心中时时的不安呐。师父啊，
去是到我们迟家人来了。周伟啊，京剧啊真是博大精深。是的，旦角当中呢有梅上、程寻章等不同的流派。是的，要说这程派呀，演唱起来难度可比较大。我喜欢，喜欢啊！哎呀，程派喜欢，听起来呀，它有一种律动感。委婉，是的，低沉，是的，含蓄，绕梁三日不绝于耳，特别有特点。风格非常鲜明。那接下来呢，要请出一位漂亮的主持人了，他要给我们来一段程派的代表作《锁麟囊》。哪位呀？一般人还真来不了啊。我们请出孙小梅。好。Woo!
啊，你看主持人演唱的戏曲节目还真精彩。那是啊。但是呢，你别忘了啊，要想学会唱戏啊，有好多人都是从小受的熏陶，在小的时候就种下了热爱戏曲的种子。没错，我就是这样啊。我生活在天津啊，所以我从小有很多偶像。哎，你比如说听故事，我是从小听那个孙敬修爷爷讲故事。对。听相声，从小听马三立老师在说相声。是。看电视，尤其是看少儿节目，那心目中就是鞠萍姐姐啊。没错，那个时候鞠萍姐姐就是我们同时的偶像。哎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位少儿节目的主持人就要闪亮登场了，掌声欢迎他。
大家好，我是刘大成。裴美、田歌、李丹阳、李伟健、刘和刚、白雪、马德华、方小丽、郭连文、陶慧敏、李红、王庆祥、吕薇、王红玲、吴彩虹、吴文革、孙丽英、杨俊、唐健、林达信、魏金栋、弘扬国粹，不忘初心，中国戏曲源远流长，赏心悦目，艺术辉煌，弘扬国粹，不忘初心，弘扬国粹，不忘初心，中国戏曲源远流长，弘扬国粹，不忘初心，中国戏曲源远流长，赏心悦目，艺术辉煌，中国戏曲源远流长，赏心悦目，艺术辉煌，中国戏曲源远流长，赏心悦目，艺术辉煌。刚才这个主持人唱的真是够棒的。那当然，哎，反正比我唱的好。哎，别，哎，真的，太谦虚了。其实这个站在我身边这位节目主持人呢，他的搭档无数啊。这个跟您合作，您觉得最默契的是谁呀？怎么说呢？这些主持人呢，都合作过。都谁？您说说看。咱们央视的这几位是不是啊？你像这个董毅啊，你像这个张磊啊，朱迅呐。这个思思啊，等等等等吧。这怎么都是女主持人呢？男的我也不理他们呀。不是，没有男主持人同台的吗？也有、哎，基本上都有。你像宝乐老师，这个我们就合作过多少次？还有一位呢，应该说是我要说男主持里边有一个合作最不默契的，或者说是不太愿意跟他合作，有这么一位。为什么呀？今天我也给大家爆个料。哦。说是主持人呢，他也是半路出家。实际上主持的水平很业余，真的很业余，说形象呢也很苍老，是吧？长得很老态，但是怎么好多老大妈们也很喜欢他，也没办法，所以有时候也导演也没辙，算了让他上去主持主持吧，哎，还能有点收视率，就这么一个。是谁呀？你不知道吗？真不知道啊，这个人姓王，姓王，王维念，最不默契那个。哎，他跟谁都不默契。最不受您待见那个。狡猾，他就是狡猾。啊，来了吗？来了啊！他今儿要唱一段。没关系，他来了我也照样说。王维念今天啊要给我们反串来一段了，黑头戏。铡美案吗？铡美案。来，掌声有请。Thank you.
虽然长得老糙，驸马郎，千军万马黄汤汤，好汉马来赵东闯，杀亲烈子亮心上，披上汗裙在庙堂，正整个呀，只在那一地大堂上。主持人登台唱大戏，给大家带来精彩。但是呢，主持人呢不是所有的剧种都能唱。比如说我和周伟哈，我们俩学过京剧，学过豫剧吧，学过黄梅戏吧。比如说有的剧种咱俩就都不敢唱，而且好多主持人都不敢问津。哟，这什么剧种啊？秦腔。哎呦，那太难了。难度大吧？那太难了。河北梆子。对。晋剧。对。川剧，那太难了。这些剧种呢，要求的条件太高了。对，必须啊有特别好的本钱，也就是说嗓子得特别过硬。你比如说河北梆子，那声音贼高贼高的，嗯，一般人来不了。但是有一位主持人，天生那嗓子就叽撩叽撩的，哎呀，适合唱这个。这个也是我一个好兄弟，叫程程。啊，程程，哎，他呢从小学过戏曲，哎呦，但是呢也经常主持戏曲节目。嗯，他本身自然条件都特别适合这个声线。他为大家演唱河北梆子，今天给我们带来一段河北梆子《大灯殿》。太好了，我们听听什么味儿。Bye.
北梆子的味道啊是真足，哎，是河北味儿，没错。但是有好多的剧种呢，也带着自己鲜明的地方色彩。是的，比如说黄梅戏啊，那是安徽的方言，它发源于湖北，兴盛在安徽，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。黄梅戏好听，哎，我特别喜欢这出，是吧？你也唱过好多段，学唱过。黄梅戏第一呢，我觉得观众朋友们接受起来比较简单，对，因为它的旋律呢更像我们的民歌、民间音乐，接近生活。哎，另外跟我的家乡有关系，你家乡天津话跟这个黄梅戏就是安徽话有点像，哦，后音都搭了。哦，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一位我们的前辈了，我的一个老大姐，也是德艺双馨的电视艺术家田歌老师。给我们带来一段黄梅戏《女驸马》，有请。你别说，田歌唱的黄梅戏很有味道，因为人家呀就是安徽人，有可能有关系，从小就在那个黄梅戏剧院的大院里长大的，是是是是。但是我给大家爆个料啊，宝乐老师山东青岛的，但是他黄梅戏唱的也特别有味道，我这喜欢唱啊。那接下来您别光主持啊，您给我们也来一段吧，来段黄梅戏怎么样？大家欢迎不欢迎？我唱，大家爱听吧。哎呀，掌声很热烈啊。行，那么我就献献丑，给大家唱一段。得嘞，您赶紧办戏，这儿交给我了，我替您盯着。行，好吧，办戏去啊，马上啊。大家拭目以待，赵宝乐给我们带来的黄梅戏。See you.
精彩的演唱，刚才那黄梅戏您觉得怎么样？厉害，我跟你说，保罗老师简直是全才，他特别喜欢，是不是？什么剧种都喜欢，所以说他这个名字就是观众您最喜欢的演员，保乐，保您乐，保您高兴，保证开心啊，干什么都行。但是我有点顾虑啊，这您手里的牌差不多了吧？这推荐了这么多节目主持人了，早着呢。接下来还有一位要出场呢，谁呀？我给你出个谜语，哟，考我，你说啊，我听听。二师兄发微信。二师兄不就是今年这个特别应景这个年吗？您猜猜是谁发微信？哎，信。二师兄发微信。二师兄不就是？你大胆的说，没关系。朱。哎，后边。训。哎，对了，这二师兄是您说的啊？没关系。哎呀，朱迅也是多才多艺的一位主持人啊，而且来过梨园闯关很多次了。对，虽然是个北京姑娘，但是呢，对很多的地方戏曲，尤其是我们的国粹，非常有研究。有请朱迅。这样慢呐！我不慢呢，我关了花园门，又取了香烛，再看看有人来了没有。会有人来不？会有人来呀！啊，红娘，这是什么响声呐？我瞧瞧去。我就知道是你，老太太。啊，是狗？怎么讲话？我说外面有条狗，带我看来。老太太，您可不能出去呀！外面这条狗啊，可凶着呢，它专咬像您这样的老太太。顽皮的丫头，好好服侍你家小姐，我回房歇息去了。您要睡觉去了？太好了。你慢点走，别摔跟头，早点睡。您早该睡觉去。啊，红娘，你看，明月当空，这星光映在池内，如同棋子一般，是棋盘过来，我要捉棋。下棋呀，好的。嘿，起来！摔坏了，起不来了。哎呦，怎么就起不来了呢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他倒是起不来了呢。啊，红娘子，什么好机会呀？您不是摔坏了吗？有好机会来了，我自然。起来了，您听我跟您说呀，刚才跳墙的时候，你扑通一声，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。怎么讲话呀？我说你是狗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老夫人一害怕呀，就回屋睡觉去了。现在就剩我们家小姐一个人了。我们家小姐呀，要下棋玩耍，让我来取棋盘。哎。张先生，我用这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，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号完令。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，我步步醒来，你步步
齐呀、啊！你让我走齐呀、啊，我当你让我走人呢。我走了。小姐，您东张西望的看什么呢？我有什么？我有什么？这棋子都走乱了。小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啊，红娘，棋我不下了。不下棋，我们做什么玩呢？取相纸过来，我要焚香。你要烧香啊？好的。哎呀，棋纸，天到这半时候，还不见正神到来。来了，拿过来了。香盘来了，香盘来了，放下。好的。真是心中无限忧愁事，尽在深深一拜中。一炷香，愿满腹灵柩早日安葬。二炷香，愿老母福寿绵长。这三炷香，小姐啊，正啊，红娘啊，他是哪国？说，小生张君瑞。张君瑞，答应。有，不在释放都市，营业到此。是召来，面动大喜。啊，小姐，你可记得大约西乡下？几位兄妹，干甚别心魔？小姐呀，这兄妹共是故人。说什么待月西厢下，一员才是你学头花，果然是胆量比天大。你身日归国家，若打官司当做那板子打来家门家有，皆是中你还带着家姑娘，你无知粗犷，他看到你的面，你就饶恕。小姐，失去吧。小姐，哎，好端端的一桩美事，都怀在红娘姐你的身上。哦，哎，你得了吧你！你就会欺负我。刚才看见我们家小姐的时候，你怎么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你？这姑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看今儿的机会多好啊，你怎么连一点勇气都拿不出来呢？你让开啊！过来啊！你给我出去！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嘚儿蛋。这是哪里事情？
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国粹恒久远，经典永流传。朋友们，我们本期的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。愿大家热爱国粹，常看节目，最佳主持非我莫属啊！他开玩笑不能算数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好，再见，朋友们，再见。Thank you.